为什么没接电话？哦，原来加班到深夜，那么可怜，那要不要等一下？别听这个幼稚的谎话，难道你以为我是三岁娃娃？旁边看不厌的 Peter， 他告诉我你其实约了 Angela。转场跟上次宿舍没两样，明明很平凡，你到底什么眼光？睁开你双眼来看看，我漂亮能干，就只是不会做饭。而你如果生气就太难看，你每一餐还不是我来买单。 Champagne maybe Julia Rose，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、oh. 随便就一大段更 close， 看最后谁比谁我听你脸的话。